陈建州黑人和 Jason 唐志忠呢日就现身中环出席朋友的茶店开幕，不过黑人就因为飞机 delay 所以就迟到。对，因为我从北京过来，然后有时候飞的话就会误点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家在迎接我，我只是纯粹来想要捧捧两位的场。对，因为真的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在等我。对对，抱歉抱歉，等一下饮料的话，我跟你讲。不要说，请一杯，算我。你们带五杯回去，一个人可以带五杯。你们应该有家人吧？应该有。谁没家人？谁没家？谁没家人？对，我想说，就大家回去尝一尝。一对孖仔菲菲同长长啱啱就过咗四岁生日，黑人又点样同仔仔庆祝呢？没有特别庆祝，因为我个人也不怎么喜欢过生日。那我的孩子也不准过生日，这种爸爸的不给孩子过生日的。对，我是比较没有让孩子这么想说，过生日这一天，你们会吗？儿子要严格一点嘛。对对，穷的养，女儿就要富的养，要宠一点。对，你们是都宠女儿吗？我也蛮爱女儿的，但是因为本身孩子比较多，所以过不过生日也无所谓，少一个也不嫌少。对他，因为他比较麻烦。我们当中里面孩子最多的是他，所以他庆生的话就可能就是比较麻烦。我自己就从简了，就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然后象征性的买个小车车，哎呦，对，玩具车，玩具车，不是超跑。不会，我这个人很节俭，就不玩那种东西，低调。对，阿乐我就不知道。